你听听下面的呼喊声，这还没表演呢。好吧，来开始一下你们的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 Vocal 方向的。你管我什么队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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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，我们是。你管我什么队？接下来我们请看第二首声乐专业的歌曲，华晨宇，我管你。我不唱，我唱不了。龙哥，我想去，我想去那个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选这首歌，因为我超级喜欢华晨宇。管你什么想法，我是我自己的表达，管你什么看法，我不要被谁给教化。上不上去？他说的每一句都很难，前面低一点的音哎，我就唱得不美，我高一点的部分哎，我又唱不了，我又唱不上去。我不大接受，杨欣其实太有天赋了，他就接受的特别快。从一公的时候我就发现了，我说这孩子成长速度太快了，然后我就时不时我就塞给他点东西。再来，我奖币了，还离海 C 只差一步之遥，都发到了 B。我一开始我觉得像我这种人，我啥也不会，我来这里有什么用呢？但是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。我觉得我这次会比上次做的好，至少这次会，啊，下次也会。我害怕支持我的人失望。我也不敢说，每一个人的状态都不太一样。比如说博远是那种酷的。我到时候撩个头发吧，对着镜头。我管你的感受。如果说难点，一开始在听之前，我真的就是以为他高音最难。但现在我发现，第一难的就是你那股不屑、很拽的情绪有没有表达给观众，对不对？可爱，可爱型的。哪个不行？哪个小声？你就说这个啊，你就说我管你的感受。我自己本身性格原因就是性格太软了，但是我就一定得硬气起来，这对我来说其实还挺难的。其实我有私下找了一些我认为很拽的学员们交流一下，根本不屑让鳄鱼奔着我，口水扑的湖面，这不灭真的火。你根本不屑的时候，你想对谁说？你想对那些喷你的人说？对。那你对着那个镜头，你就根本不屑，就直接对着他说就好了。啊，就是我管你啊，就对着。根本不屑。对。我的头发好看吗？我刚给他做的发型，确实挺好看的。对啊，塌了。有史以来觉得你做的最好看一次。有，我好像知道，我少了什么？这个衣服是我的了。Please. Please. No. What are you doing, huh? No, that's my. I need this. 别幻想我软弱到下。那我觉得你们现在就是太紧了，太紧张了。你们坐一下，我帮你们按个摸，好吗？哦。你怕痛是吗？我怕。啊啊！捏过你这儿。你可以自己摸你的这个地方。啊！呜、好痛啊！我、这个这里最痛了。啊，是的，因为你有。这对我经常捏别人。你不会啊喊出来吗？不会。哈。你用力的时候，你抬，我们也没有重的东西，来，你来抬这个吧。是不是对你们来说太轻了？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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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，对不起。记住笑，笑也是用了腹部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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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发誓绝对不是节目效果，真的想离开。我也感觉不到你们的气势，你们想想你们最讨厌的事情有吗？要不把手机发下来看一下黑的评论。看弹幕，他居然粉丝这么多，救命啊！现在粉丝口味都这么重吗？管你什么想法，我是我身体的表达。等着点儿，谢谢。没事，至少你敢唱出来，他不会要哭了吧？哎，可是你做这一行，你要习惯这些东西。能听，对不起。没事，你要，你要习惯它。你知道下一条是什么吗？就只会，就只会哭哭啼啼。他当时就那种就真实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，我觉得那下就是我要的东西。这首歌你第一顺位就是一定要先抓到表达的东西。我也很想在舞台上去看到他们，去告诉我，啊，他们现在已经很坚定自己对自己的看法。